大家好，我们这集的内容讲是什么？宁为玉碎不瓦全，讲的就是高贵襄公曹髦之死。由于看不惯司马家族的这个骄横跋扈啊，魏国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这个人是诸葛亮的族弟啊，都是诸葛家族的人，他在淮南发动这个秦王起兵了，他也要讨伐司马昭。司马昭当时呢也挺着急也挺害怕，他就挟持这个曹髦啊，这小皇帝还有郭太后一起征讨淮南。你别说司马昭人打仗还行，转年呢他就把这个诸葛诞给镇压了，然后把诸葛诞这一族啊杀的是一个不剩。得此大胜之后呢，司马昭这时候威权更重，因此他对曹髦啊，对这个皇帝啊，就更加颐指气使了。同时呢，他这个时候呢，他现在已经是相国，他这个就觉得相国的名号不满意，就还要求曹髦封他为晋公，就给加了公爵了，而且还要干嘛呢？给他九次，九次，咱们有的时候经常看历史书啊，是九锡，锡者次也。他古代这两个字是通的，这是中国古代皇帝赐给诸侯大臣有特别功劳的九种礼器。大伙儿经常看给谁九锡，大伙儿一般都念锡了，实际上是九次，这个是最高礼遇的表示。那么根据古代典籍《礼记》记述呢，这九种特别赐给功劳显著大臣的用物是什么呢？车马，这个车马不是一般的，是专门制作的兵车，和八匹黑色大马。那么第二次是什么呢？衣服月旋。这衣服咱就不用说了，是这个大臣特殊的绣有特殊纹样的这样的礼服。这月旋是指什么？是悬挂那种钟磬类的这种乐器。朱户，这第三次，朱户啊，就古代帝王赏赐给诸侯或者有功大臣的朱红色的大门，呵，整个一做好的朱红色的大门，代表他地位的，弄到家里去。纳币，纳币是什么？就贵臣登殿时候特别为他开凿了一种币籍。虎贲，虎贲是什么？300卫士，就仪仗队。斧钺，斧钺是什么？就象征军事权力的一种武器，但那个不能砍人用，都是在那儿卫士来站立在旁边，就是执在手中的，象征这位大臣有权力。弓矢，弓矢大伙儿就不用讲了，是弓和箭。还有什么呢？巨唱，这九次当中最后一个是巨唱。这巨唱这两个字儿，估计好多人都不认识。它是古代，它是以黑薯啊和郁金香草酿造的酒叫这个用于赏赐这些有功诸侯的。一般来讲，在古代，大臣如果加了九次，基本上他跟皇帝身份差不多了。一般大臣要篡位之前，你包括这个王莽啊什么的都得朝廷给他加九次。所以呢，曹髦这个时候正有满腔才干，如今贵为皇帝，确实呢，你看这司马昭都管自己要九次了，内心感到非常窝囊。尤其他想到近期的司马昭对自己的这种言语上啊行为上的这个日渐凌辱啊，他就感到怒不可遏。你想现在简直是天天欺负自己啊。终于这位年轻人决定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作为大魏天子的人格和尊严。然而呢，曹髦当时空有一腔热血，在没有万全准备的前提下再努力，实际上最后他感到的只是现实的残酷。甘露五年，也就公元260年五月初六夜里，曹髦就命令手下的官吏在这个凌云台部署甲士，但他手下没多少人了，召见侍中王臣、尚书王经，还有散骑藏侍王业，就对这三个人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翻译过来是什么呢？司马昭这个人篡夺我大魏国的野心，路上的行人个个都知道。我现在呢，不能坐等废黜之辱，我还坐着等他把我废了。今天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宫讨伐他。王经这个人是个大儒，他当时气劝曹髦。你看古时候，当年鲁昭公就是因为不能忍受家臣继世的专权，结果呢，他也去讨伐这家臣，
失败了，不得不出走，从而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呢，我们大魏国的国权掌握在司马昭手中已经很久了，朝廷之内及四方官员一直都为他效命，都是他委任的，不顾国家的逆顺大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是一天两天不是的，而且现在宫中的这个宿卫之势呢十分寡弱，没什么卫兵，陛下您能够凭借什么来讨伐司马昭呢？况且您一旦这样做了，最终的祸患恐怕难以预测。我希望您啊，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当时呢，曹髦是心意已决，他从怀中拿出亲笔写那种专用木板，亲自皇帝写诏书用的，是一尺一寸的那种木牍，他就把这个诏书扔到了地上。我就这样决定了，纵然拼搏一死，又有什么可怕呢？更何况我这一出去还不一定会死呢。说完，曹髦就进入内宫，禀告郭太后。趁此机会呢，王臣、王业这两个小人仓皇逃出皇宫，赶紧向司马昭报信去。临出门呢，这两个人还叫王金跟他们一起去。你们看这三个人名字都姓，就是都姓王的，他们并不是一码事，不是什么兄弟什么的。这时候王金就断然拒绝。曹髦本人呢，草草准备之后就拔出剑，登上皇帝专用的那种辇车，率领着宫中宿卫兵士和奴仆呼喊着出宫，谁让收下真没多少人。那么曹髦一行呢，冲到东指车门，正好遇到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昭。看到司马昭呢，曹操左右那些禁卫军士兵还有弓弩呢，也就大声呵斥皇帝在此。司马昭和他手下那些兵士看到皇帝，看到曹髦，你别说，一时间都慌了，吓得四散逃走。而后呢，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就率领军队闯入了，与曹髦的部众呢，在宫门南阙之下就展开了激战。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位年轻的皇帝称血气之勇，他以天子之尊，亲自是用剑拼杀。你说他没学过什么武功啊，不像电视剧什么的，还能这个跳起来闪起来，他就是当时就是凭着血气之勇，亲自来参加战阵。毕竟那些禁卫军啊，包括贾充率领那些军队，他是没和天子打过仗的。毕竟面前交手是皇帝，贾充手下的兵士抵挡了一阵之后，心中都害怕。你这个和大魏国的当今皇帝，你打什么打？愤愤都想退却。这个时候呢，贾充手下有个叫程济的，这个人他的哥哥叫程粹，当时的他的官职是骑都。那么程济的当时的官职是太子舍人。他看见这情势非常危急啊，只要这些人贾充率领再一跑，那以后的局势非常非常难以预测了。他就问，哎，自告奋勇，贾大人怎么办啊？贾充这个时候也急了，就对程济说，司马公平时豢养尔等，就豢养你们这些人跟狗一样，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今天能养人啊，就是为今天有这样的大事你们能冲上去啊。程济这一听呢，心领神会，他立刻抽出长戈，那就是这个长槊，纵马上前，一下子朝着曹髦啊就刺杀过去。马疾力猛啊，矛刃从曹髦背后捅出，想从前胸捅进背后捅出。你想骑着马，借着那个冲劲儿，曹髦本身又不是说像什么电视剧有多大的武功，就是一个青少年的皇帝，当时就把这位少年皇帝呢，就等于是杀个透心凉，弑杀在辇车之下。就这样呢，这位俊美至极的我们这位青少年的皇帝曹髦当时就被弑掉了。曹髦被弑杀的消息传出去啊，司马昭当时也是假装大惊失色，马上召集群臣议论此事。当时尚书左仆射陈泰就表示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贾充谁？是自己心腹啊，在这次弑杀曹髦过程中立了大功啊，司马昭当然不从。但是无论如何，以臣弑君，司马昭觉得这个事儿没法交代，震动朝野啊。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司马昭就以郭太后的名义昭告天下，大意是什么？就指斥曹髦这个人不孝，多次想陷害老身，这绝对是忤逆不道。于是呢，郭太后的名义下诏废曹髦为庶人，以庶民之礼下葬。同时呢，司马昭还以郭太后的名义就剥夺了这位少年皇帝的皇帝封号，
因此呢，日后的史书啊，一说到曹髦，都以高贵相公来称呼他，就他原来的那个封爵号。如果根据这个老太太郭太后的诏书啊，那描写的曹髦简直是大逆不道，凶恶至极。干嘛呢？曹髦经常背后说这个老身我的坏话，还贿赂我身边的人要毒死我，甚至呢，他还亲自向太后宫的方向射箭，暗中诅咒要射死我。而且在这份诏书当中呢，还把司马昭写得特仁义。诏书怎么写？老身我命令作为大将军的司马昭废掉曹髦。司马昭大将军不忍心，最终呢，还是你看，因为曹髦自己害怕事情败露，想亲自率领兵马出入西宫，把我老太太杀掉，顺便呢把大将军司马昭也弄死。而且呢，他这份诏书呢，在最后还提及王臣、王业、王经三个人，把王臣、王业这两个小人说成是忠臣，拒绝和曹髦这个在一起造反，反而把忠勇的王经呢说成是凶逆之徒。所以说，最终曹髦死之后，根据郭老太的这个诏书，王经和他的母亲一起呢就被司马昭杀害了。王经离行了，就是大儒啊，向母亲谢罪，老母，你看我连累您，表示自己呢确实是非常不孝。王经的母亲啊，绝对是个大义凛然之人，脸色不变，他还笑着回答说：“人谁能不死啊？只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为忠于皇上而死，母子同死，还有什么遗憾呢？”所以说，后来司马炎，这个司马昭的这个儿子篡位建立晋国之后呢，心中也是有愧，因此当时就下诏说：“已故的尚书王经虽然身陷刑罚，但是他坚守自己的志向，值得嘉奖。”如今呢，他的门户淹没无闻，朕常为此感到怜悯，特赐王经之孙为郎中。所以当时呢，这司马昭并没有把王孙一家杀得尽绝，也有可能呢，他那孙子是被人救了，当时非常小。杀掉曹髦之后呢，司马昭、司马孚兄弟呢，就拿着手下人编撰的这个郭太后的诏书，就向全国发布了。为了掩人耳目呢，他们还假仁假义，建议亲王的礼仪安葬曹髦。因此呢，当时洛阳百姓知道此事之后呢，相聚陵棺，大伙儿蜂拥而来就看这葬礼，然后好多人指着曹髦的灵车说：“这就是先前被杀的天子啊！”曹髦这个人呢，确实是仁德宽厚，因此当时在场老百姓都掩面而泣，悲不自胜。毕竟曹髦是无罪被杀，群情激愤，为了塞住天下人之口，司马昭宣布诏令，什么诏令呢？诛杀程济、程粹兄弟三族。程济、程粹兄弟这俩哥们得知朝廷要逮捕自己、诛杀自己三族啊，不服啊，所以说这两哥们仓促之下光着身子跑到屋顶上大骂司马昭和贾充，就是说你们以后也不得好死。这个时候你想，你再说领导的话也没有用了，跑也跑不到哪里去，在自家屋顶上，最后这哥俩就被军士抓捕，他们军士从下面乱箭射杀，射成俩刺猬掉下来。因此呢，程济、程粹兄弟这狗腿子当的也够冤的，最终成为司马昭和贾充的替罪羊。所以说替领导背黑锅，你说这个程济当时他是蠢还是聪明？大伙认为都蠢，不，他当时的这个最初的动机肯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他们要知道最后落得这个下场，肯定说什么他也不会把曹髦杀掉啊。他们就是心存侥幸，觉得你看我这回替领导立了这个大功，背了这个大锅，日后必然飞黄腾达，这个事情指日可待。所以说事情啊，这样的事情在现代职场啊，咱们比喻一下啊，实际上你说少见不少见，但是大伙一定要知道，有些事儿呢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你真正想替领导背黑锅，你要想一想背黑锅的后果到底是如何。像程济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你把这个皇帝都给试了，你的主人最后也不会对你太好，不仅不好，还得把你当成替罪羊踢出去。那么曹髦死后呢，司马昭呢，你现在还得需要一个傀儡啊，他就立了另外的一位傀儡皇帝，这个也是个少年人，叫曹奂。曹奂继位之后呢，司马昭就正式受封为晋公了。一个月之后呢，魏国大将邓艾率领这个魏军的骑兵包围成都，蜀汉后主刘禅呢出城投降。为此呢，这个司马昭就把灭蜀的大功据为己有，你看在我领导下蜀国都灭了，
因此呢，就主令少帝曹奂晋封他为晋王，封地由原先的十郡增加为20郡，这就肯定是篡位的前奏了。司马昭本来接着要当皇帝了，但这个人也没服消受，受封晋王之后不久，5个月，这哥们就病死了。结果呢，篡取魏国政权的最后程序呢，就由他的儿子司马炎来走完。那么公元265年，也就是曹髦被弑杀之后的第5年，这个司马炎，司马昭的儿子，就效仿当年曹丕啊受汉献帝禅让的那样的一个戏份，逼着曹魏最后这个少年皇帝曹奂，你也把你的地位禅让给我吧。因此呢，大魏就变成大晋了。然后他废这个曹奂呢为陈留王。不久呢，司马炎又派军队灭掉了东吴。所以说呢，魏蜀吴三国呢，最终还是在司马炎手里得到了统一。我们现在呢，说回到曹髦。曹髦这个年轻人，现在谈起他，叹息之余，好多人都认为，你看曹髦这个人太冲动了，急躁冒进，才导致了杀身之祸。其实呢，我们想一想，作为一个长期被司马氏把持的傀儡帝王，这样一个年轻人几乎做到他自己当时所能做到极限。我们想一想，在曹髦在位的几年间啊，这位少年人啊，你说挺能忍耐的，他熬死了阴险臣才的司马师，已经延缓了司马家族篡位的这个进度。但是到了甘露5年4月这个节点呢，曹髦被迫再度下诏，加封司马昭为晋公，又加其9次之礼。由此可知，司马昭当时已经迈向了封功建国篡位最重要的一步。所以说这个时候与其坐等被司马昭废辱还灭掉自己的魏国，还不如拼死一搏。当然了，如果曹髦这个年轻人像汉献帝刘协，或者像魏末帝曹奂那样是个懦弱之人，或许就乖乖配合司马氏，上演一出禅让大戏，也不失王侯之位，擅诸于床泽之上。但是呢，既然这个人才同陈思，五类太祖，如此文武全才，如此性格，曹髦是绝对不甘心的。他当然知道自己率领这么少量人马走出宫门迎面太小了，但他还是迈出这决绝的一步。或许是因为冲动，但这种冲动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才有的这种热血。为此呢，日后北魏的鲜卑皇帝孝庄帝元子攸诛杀权臣尔朱荣之前，他当时呢也是别人也劝他，他当时也犹豫，最后呢抽刀断案。他就是以曹髦作为榜样，自我鼓励，吾宁为高贵相公死，不为常道相公生。高贵相公指的曹髦，常道相公就指的曹奂，这都是他们在继位之前的他们原先的封爵。历观古代帝王，少年勇锐不屈，像曹髦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当然了，可能懂得历史进程的观众会问，你说在曹髦之后，那北朝的北魏年轻皇帝元子攸、孝庄帝，还有那北周青年皇帝这个宇文邕，他们最终都能在关键时刻以皇帝之尊诛杀权臣尔朱荣，那个尔朱荣还是被孝庄帝一刀捅死的，还要杀那宇文护，也是被这个当时的这个北周的这个宇文邕啊，也是亲手用刀砍死。那么曹髦当时就为什么就干不掉司马昭呢？仔细分析一下，原因有3。第一呢，司马昭其实就是他代表了司马家族了，在曹魏帝国处心积虑经营了3代人，从司马懿开始，经过司马师、司马昭，一直到最后司马炎，已经形成成熟的篡国谋位这样政治集团。那相比司马家族朱荣呢，忽然乍贵的权臣宇文护也是权臣，他和宇文邕本来就是同族，更没有悉心经营篡位这个意图。这两个人和东汉的董卓、元朝这个脱脱以及清朝的鳌拜啊，基本差不多，他们没有篡夺国家这种终极目的。第二，从出身方面讲，司马家族一直是世家大族，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啊，他在国内就是许多士族势力都支持他、认可他，这些士族门阀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说司马家族支持者特别多。也可以说，司马家族其实就代表了曹魏国内当时一大部分士族利益啊，这就是利益集团，根基深厚，盘根错节。那相对而言呢，尔朱荣他就朔州截胡部落的一个首领，忽然暴贵，他在洛水又杀掉那么多贵族大臣，那结怨甚广。大伙儿我们以后讲到这个北魏历史会讲到这一点。宇文护呢，他只是依靠他自己的这个叔父宇文泰的影响力和西魏北周啊，当时那些鲜卑的军功贵族支持，
虽然他果于诛杀，但真让他自己取代自己叔父宇文泰的儿子们啊，他的侄子自己上位啊，其他的那些鲜卑勋贵不可能对他服从。第三，曹髦之所以不能成功，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高平陵之变之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个人对曹魏内部的政治力量展开了逐步清洗，积极扶植他们自己的亲信力量，比如说贾充啊、钟会啊，以及和不少这个和司马师关系密切、有姻亲关系的世家大族。经过20年的悉心经营，整个曹魏的军事武装力量，包括都城洛阳的禁军，几乎全部掌握在司马家族手中，甚至连皇帝曹髦身边的近侍都是司马家族的眼线。为此呢，即使曹髦身为皇帝，他的力量太过于薄弱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身边的这些侍从啊、武将啊、文官啊报告给司马昭。同时呢，司马家族周围呢，计谋之士特别多。曹髦作为一个20岁左右的这样年轻皇帝，基本啊要想在计谋上算计过司马昭，要想在这个自己的人员配备上比过司马昭，根本就不可能。但是呢，为了免于废杀之辱，曹髦呢他不想做汉献帝啊。这位年轻人身上毕竟流淌着曹家勃勃勇武的这样的血液，当时已经下定决心，就是想以自己的鲜血让天下人看看司马氏到底是怎样的人品。为此呢，自己在对这个当时的政治局势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他拔剑而起，发出最后一声怒吼，眼前就是两条路，要么胜利，要么灭亡。我觉得就凭这种血性，曹操这个后代曹髦要比刘备那个窝囊草包儿子刘禅强上10000倍。